本游戏为海文的好奇心实验游戏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哇，真的好好笑啊！我的养乐多外卖还怎么不来啊？外卖来了，耶！哦，来了，谁呀？啊，我给你开。我明明只买了两瓶养乐多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呀？虽然越多越好，但是这么多要怎么保管呢？哦，把养乐多装在饮水机里面保存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家有养乐多饮水机，好奇心荣誉，哇，养乐多真的好多呀！我要先尝一口，果然凯莉养乐多就是好喝。但是这么多要怎么放进饮水机呢？直接倒进去就好了。首先先拿下来。哦，我的这个真的好大，会不会不够装呢？还是先试试吧。第一个，这个一个瓶是80毫升的，80毫升就这么点儿，什么时候能装满吗？再一瓶，两个一起。朋友们，听到好奇心公寓有点震惊吧？其实就是凯文的家。我家怎么样呢？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面，所以有很多想尝试的东西，所以凯文决定全部都尝试一遍。今天的话就是养乐多饮水机。咚！哦，最后一个了吗？啊，这里还有。朋友们，但是看看这个，已经装了一半了。好沉啊！现在把这些都倒进去，感觉会能装满啊。现在我的家整个都充满了养乐多的味道，还不错啊。这是最后一瓶，啾啾啾啾啾！朋友们，这里面全是养乐多，哇！哇，这个要放到饮水机上面，究竟！真的超级重，朋友们，仔细看啊！1、2、3，现在饮水机正在喝养乐多，你都喝了吗？你听得到吗？朋友们，凯文在饮水机里面放了养乐多，朋友们，你们想放些什么呢？凯文还想。碳酸饮料哦，每天光是想碳酸饮料能从饮水机里面出来的话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不能每天喝很多哦，一天只能喝一杯。但是饮水机现在这里还可以，里面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外面还需要装扮一下，做出一个凯文的专属饮水机。哒哒，画家凯文来到了好奇心公寓。对不起，凯文计划怎么装饰呢？这里呢，全部用蓝色，天蓝色。需要很多吧，应该。下一步将需要的颜色都挤出来，也需要白色。首先中间的部分可以用深蓝色。涂得挺好的。然后呢，两边用天蓝色，要好好涂才行。
哦，颜色挺漂亮的。接下来混一下白色，哦，颜色好漂亮，哦，好像大海。目前为止都很满意啊，现在要涂一下两边的。两面把它，哦，朋友们，超级漂亮吧。然后天蓝色，这样弄一下，哇，卡文像不像一个艺术家，朋友们？像吧。现在外面装饰都完毕了。如果你要问凯文这里要涂什么颜色呢，一般饮水机呢都会有冷水和热水模式嘛，所以我要绘画表现出一个冷暖交替的感觉。当当，哦，在红色之中混合了好多种颜色，朋友们，哦，但是这块有点简单啊，嗯，哦，朋友们，在这上面画上一个养乐多瓶怎么样？嗯，我先画着看看。这次用黄色。哦，这个养乐多瓶应该要好好画才行哦。好啦，朋友们，这不是随便画的呀，这是个瓶子啊，因为是凯文的饮水机。凯文，所以说要写上凯文的名字。名字要用什么颜色来写呢？嗯，天蓝色。结束！哇哇，真的好帅气啊！现在是我们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时间，究竟养乐多，快点，想喝的，杯子杯子杯子，耶！哇，好紧张好紧张。首先我要试试这个冷水，哇，哇，从饮水机里面不是出来的纯净水，出来的是养乐多啊，朋友们，哇，真的好冰凉啊，尝尝看吧。哇，饮水机里面居然能倒出养乐多，哇，真的很好喝。哇，朋友们，我好像爱上它了，我爱你，养乐多饮水机。还有一点好奇的朋友们，热的养乐多，朋友们不好奇吗？是吧？我要接着接一杯热的养乐多喝喝看。热的，朋友们，我看到了吗？这里这里，哇，好热好热好热，哦，朋友们看到了吗？这里有烟，冒烟了，热气冒上来了，哇，凯文是第一次喝热的养乐多呢，尝尝看吧。哦，啊，真的好烫啊，哇！但是味道呢，要怎么形容呢？好像养乐多味道更浓郁了，很浓的养乐多味道。啊，哦，冰的和热的，冰的和热的两种模式的养乐多，哇，真的很好喝。哦，凯文的好奇心结束，养乐多饮水机完成。啊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我要一直把你留在家里。